好漂亮的月亮，今天是15号满月，刚好挂在两栋大楼中间的月亮，刚好挂在两栋大楼中间的月亮。今天是月全食，现在月全食都已经跑出来了，全部露脸了。现在月亮刚好挂在两栋大楼中间，好漂亮！好像一颗棉花球挂在两栋大楼中间。这里是台南的水交社，水交社。这里现在都是大楼啊，盖满了大楼，现在是高级社区，盖满了大楼，好，恢复，现在是1:1的大小，前方是水交社文化园区。再看一下，刚好挂在两栋大楼中间的满月，OK。好。